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今年台北艺术节造成了很热烈的抢票风潮，德国的团队带来会360度旋转的舞台，澳洲的原住民音乐天团将会跟金曲奖歌手桑布伊同台演出。今天很高兴总监耿英伟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2015台北艺术节。老师你好。慧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刚刚讲到那个会360度旋转那个舞台是2度夺得德国最高的艺术奖项的团队来的作品。应该这样讲，这个舞台的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那这个作品有入选德国最重要每年一度的这个柏林戏剧节，简单讲这样叫 Theater Treffen， 就是德国每一年，因为德国是一个分权比较平均的国家，所以它每一个城市都有公立剧院。嗯，那这有点像那个什么武林大会一样，所以它每一年他们会有剧评家到处去看，对，然后会挑10个最好的作品上京城，对啊，比武，对不对？是是是，所以就是到柏林集中汇演。对，所以它其实意思叫柏林戏剧盛会或柏林汇演。对，那能你要像柏林一年大概有300多出首演的戏，嗯，所以这里面要挑10出是竞争很激烈的，没错。那这个导演这出戏有被挑进去，对。然后这个戏又有在另外一个奖，是那个柏林，他们因为他们剧场工业很发达，表演艺术很发达，所以他们有一个表演艺术的舞台设计或者是舞台技术创新奖，叫巫师奖。那这个也有啊，对，得奖，因为他用了一个。因为那个360度的舞台其实很不容易啊，像看它大概就是有点像这样啊，它那个那么大，这样，对，它那个中轴，因为它横穿整个舞台嘛，那一般来讲它有可能会凹下去啊，对，但它没有啊，那你要怎么样让它可以维持那个中轴这样？对，它一直转，对，要一直转，大家等一下可以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对，对，那当然这个导演跟编剧都是德国现在地位很崇高的导演跟编剧。那这个剧院叫德意志剧院，在柏林，也是柏林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剧院，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剧院。那这个也是他们，其实是他们最贵的戏。就是我们当时要邀的时候，我有听说他们有在问说，台北有，他们也不是说台北有钱邀嘛，他意思是说他们有点担心，因为这个钱花蛮多的。你确定要买吗？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刚刚讲到他那个技术上非常高的难度是360度，类似风扇一样的旋转在舞台上，其实这个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欸，我们其实我们好像是1月的时候，这个他们技术团队就已经来过台湾了，就是我们大概也有花，反正就是有3个人来，然后他们去看剧院，然后因为那个风扇很大，所以这个真的要来之前，其实还有很多考虑，比如说他风扇塞得进来吗？那个后门进得来吗？这里有很多技术问题嘛，他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嘛，是因为演员的进出，就是演员是。他如果不是从这个风扇的下面，就是如果是假设我他是这样旋转的好了，所以如果这样转，演员就是从这边出来，对，或者是演员坐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这样滑下来，所以他没有旁边的出入口，他只能从这里，所以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然后如果他这个风扇突然失心疯了，好不好？他本来是固定转速，他如果突然加快怎么办？也会伤到演员。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作品的。对，那。他为什么挑这个形式？当然，对这剧本来讲是有意义的啦。不过最重要的是说，这个技术上的创新创造了，其实他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传统上演员的出入场都是从两侧，是啊，不然就从地板。对。可是他现在改变了，他说我可以从上面。对。就算只有一个电风扇，他还是试着找到很多种可能的方式去玩这个电风扇。老师可以说一两个例子吗？比如说，既然会旋转，它有一段就是它就在这里就挂两个吊钩，然后就变成拉到这里，所以它就定住不动，然后就变成可以荡秋千啊，就比如说类似这样，对对对，所以它玩非常多东西，对，或者是它可能是这样降下来，然后人就斜在这个风扇上，它原本是躺着的，然后出来的时候要斜斜斜，所以演员要去调整自己的平衡度，对对。对，那这个戏也还蛮长的，实际上它。我都说它其实有点像重庆森林啦，就是它是 好多个片段，它大概有37个片段，那37个片段就讲了12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像连续剧，而是像重庆森林这样，就是人物之间小小的一些片段这样，然后交织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场景吧，或者是像一块一片地图这样，是一个风貌这样。所以老师，你刚刚说他的这个演出形式跟他的剧情之间的扣连，就是这个
也许一个风扇出来就是一个故事的片段吗？是啊，因为这样转就好像生命就是这样轮转一样啊、嗯、就表面上来看这37个片段好像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每一段都不一样、嗯、但其实它还是同一个主题在转啊，这是中国很容易讲吧、嗯、台湾很容易讲，这轮回啊，嗯、哦、那这是什么，这故事的标题叫 Deep 啊、嗯、德文的意思就是贼的意思啊，所以叫失窃的时光啊、哦、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些东西被偷走了，嗯，都有一些东西失去了，所以他是在讲这个。哦，嗯，比如说里面有一段是有一个老太太，然后她有一天醒来，她先生就不见了。嗯、对啊，就是都在讲失去啊。所以他每一个片段都不同吗？还是他有一个他人物之间有一些有相关？比如说，可能有一对，可能有一对姐妹，然后这姐妹有一个故事，然后可能下一段是她的父亲。对，她有点像地图这样，是慢慢这样延伸出去的这样。反正就是说1943年，蒋中正蒋介石下野。那他去中央大学当校长，嗯，当时传说，蒋公有办了一个饭局，那他们就会有些人会觉得要不要去跟蒋公吃啊？你知道，就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重点在你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他们到底有没有跟蒋公吃饭？然后这三个人就在回忆说，哎、欸，那一场饭局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好，另外一个作品是澳洲来的歌之版图，他们是澳洲原住民的，歌唱的一个表演，但是老师刚刚有提到歌之版图这个名称的，这个作品的名称就很有意义。其实这个作品的中英文名字叫 Dirt Song， Dirt 就是脏的意思、嗯、就是土地的意思，所以其实应该翻成尘土之歌。嗯，但是我中文名字取名叫歌之版图，是因为大概在差不多15年前，台湾曾经出过一本翻译书，是它的书名就叫歌之版图，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旅游作家叫布鲁斯·恰特文、嗯、Bruce Chatterton， 他写的一本书叫《歌之版图》，是讲澳洲原住民。嗯，那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澳洲原住民很特别的，就在于他们的歌实际上等于是他们的地图。嗯，就是说澳洲是一个非常大的大陆。嗯，然后中间都是沙漠，所以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地形。对，那澳洲原住民怎么样去横跨或者是去横越澳洲大陆呢？是要靠着那个歌。就是那个歌本身对他观众，对他们澳洲原住民来讲，就好像是地图一样，他们会从歌里面会读得出来说，应该要怎么走才能要他们去要去的地方。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歌，那每一个部落的歌就是他们的地图。那为什么要这个地图呢？因为澳洲的原住民他们有他们的祖灵，那这个祖灵诞生的地方就是圣地。那这个圣地问题是你用平常的眼睛是看不出来的，你要会唱这个歌，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块地板的这个位置就是祖灵诞生的地方啊。所以线索藏在歌里面，歌的歌词就是告诉你前面左转右转，大家越过这个山这样。图书馆应该都找到，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查歌之版图。嗯，我很久以前就对澳洲原住民很有兴趣，所以其实也是很巧，去年在。我去澳洲去布里斯本参加他们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看到这个节目，觉得这个音乐很棒。嗯，然后这个节目本身它其实有搭配舞台，有多媒体。嗯，然后它有投影这个澳洲原住民的这个他们的生活面貌。嗯，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嗯，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会用一种好像纪录片的方式，就是说我在看他表演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他们在讲说，我们是活在这块土地上，然后现在是我们是这样，哎，比如说他们也有现代化的部分啊，比如说里面会有他们在那边练拳击啊，或者是他们也可能移民到都市啊，然后他们也可能在公园里面酗酒啊，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不忌讳去呈现现代澳洲原住民的真正的生活的情况，然后还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他用一种没有批判的眼光，就是说。也不能讲批判，就是他没有用一个道德眼光去说这样好或不好，他只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是。那台湾一般只要讲原住民，就会用很绚丽的色彩，好不好？那个阿美族，那个在那边跳那个丰年祭的舞蹈，好像原住民就是一定就是已经是围一个圈圈了，好像原住民都没有进入现代化，或是现代化对原住民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或者是自然跟原住民的关系可能也在变化，对我们汉人比较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说原住民对我们来讲比较是一个符号，他们真正的生活，他们也在面对这个变迁啦。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澳洲他们就是去呈现这个变迁的现状，
这个黑贝章这个乐团实际上是一个计划，它是一个澳洲最好的白人乐手跟原住民的歌手所组成的一个乐团，然后由墨尔本艺术节来委任制作，所以他们已经做了四场的音乐节目。所以这个歌手有时候会换，因为他们不是职业歌手，对，他们是真正来自部落的。所以他们上次讲说，他们去坦桑尼亚表演的时候，演出快开始了，那个歌手还没出现，为什么？因为还有一部分的歌手他们是真的原住民，他们去捕鱼，还没回来。所以我们这次真的可以在舞台上听到他们用澳洲原住民十一种语言唱他们自己的歌。对对对对对。而且今年很特别，你们还邀请了桑布伊一起演出。对，那因为是澳洲的原住民嘛，所以我们台澳之间包括了澳洲代表处，还有这个黑贝章的这个戏剧总监，他这个剧这个乐团的总监，他来台湾的时候也是他很主动就已经在提了，就是说他觉得可以让台湾的原住民也加入。对，所以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去凑合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曲奖的这个歌手萨布云，那他到时候也会加入这个演出，所以就变成台澳的原住民会在舞台上面一同来高歌这样。好，今年还有一个作品其实我非常期待，叫做蒋公的面子。对，是从中国大陆那边找来的一个作品，听说也是这几年的神剧。蒋公的面子，如果大家上网查，就在打蒋公的面子，在打神剧，就会得到很多的那个。对。那蒋公的面子实际上是2012年的作品，那在大陆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传说了，反正就是说1943年蒋公蒋中正蒋介石下野，那他去中央大学当校长。那当时传说，蒋公有办了一个饭局，有邀一些教授来吃饭。那因为他是军人的身份嘛，或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当时大陆的那个状况就是有左派右派嘛。对。那他们就会有些人会觉得要不要去跟蒋公吃啊？你知道，就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嘛。跟谁吃了饭这件事情，其实还算是一个颇有一点敏感度的话题。用现在的政治角度也会这样嘛？对。对啊，就是你是什么党派的，那谁找你，你有没有去跟他吃那个饭？这个也会引发很多争议嘛。那问题的关键在这个戏里面，重点不在蒋公，重点在你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所以这个故事是在讲，在文革期间有三个，等一下要去报告他们到底有没有跟蒋公吃饭，然后这三个人就在回忆说，那一场饭局我们到底有没有去。那就是它是一个倒叙法。对，就是这三个人已经垂垂老矣，面对文革。然后他们要交代他们到底有没有说，你是不是那时候有跟那个蒋中正去吃饭啊，对不对？这个什么蒋匪啊，如果就大陆讲法那时候就是这样嘛，我们以前就是说什么猪什么什么杀猪拔毛嘛，对不对？那时代文革就是说，你这个思想有问题，你是不是以前跟这个蒋匪有吃过饭，那他们就要交代有或没有。那有或没有就会随着他们政治立场的差别而有变化。那这个编剧很年轻，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才22岁，大三。对，这个戏是2012年南京大学的时候校庆的时候委任南京大学戏剧系做的一个戏，就没有想到这个戏一做就一炮而红。为什么呢？因为观众很有感觉。对，因为这个戏有点对大陆观众来讲有点像以古喻今，是因为这个戏重点不是在批判蒋公，这个戏的重点在讲知识分子在面对权力的时候，他们到底如何保有他们的气节。对，就是讲知识分子跟权力的关系，因为可能现今大陆很多观众，他们觉得这个社会的变化啦，或者是很多这个经济的发展或什么，他们会觉得好像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那种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好像在政治上或者是在社会上是一个清流了。对，就是知识分子也跟政治啊跟权力之间就是有那个关系之间就是变得很千丝万缕的。对对对，有千丝万缕关系。所以这个戏就是有三个关键的角色嘛，一个是右派嘛，那当然就是蒋公吃饭，蒋公很好啊，蒋委员长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他是一个，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拥抱权力的人，他是你可以说他就是共产党嘛，他就是左派，他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去跟他吃饭呢？对不对？这开玩笑，我们绝对不会跟他吃饭。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美食家。他就是说，哎，他相信他请吃饭一定有好吃的，那个饭局一定有好吃的，对对对。所以这是有一点像是一个罗生门的一样的一个故事。到时候演出的时候是在中山堂的中正厅了。你可以某个程度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剧啦。对，其实这剧本真的写得还不错。那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作品是新的雷雨。
因为曹禺在写《雷雨》的时候才24岁，是，所以这个作品在大陆引发热潮之后，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戏堪比新的《雷雨》啊，因为作者非常的年轻，所以作者跟原来的导演就是吕少平吕教授都会来台湾。对，来参加我们这次台北的这个演出。是，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然后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有很多立场不一样的人，那有的人关怀政治，有的人不关怀政治，有的人有不一样的政治的光谱。那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在这个艺术节里面能够看到他想看的东西。国内作品，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家的妄想》？好，当时在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想要做记录剧场。那所以那时候有想到要找就是在台湾纪录片里面相当有声望的这个庄一珍跟严南泉这一对夫妇，那他们是拍吴米勒跟这个坎温内丘，是哦。这两部纪录片都非常的有名，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找他跟，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南部嘛，那我们就找他跟在南部的这个团叫做软剧团合作，那希望，那因为刚好这个庄一珍导演他这一两年都一直在摄影，所以他有拍了一系列的这个黑白相片叫《家的妄想》，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以这个方向，然后去结合他的这个摄影，然后去做一个演出这样，那可能。对啊，我因为这是委任啦，所以他们会怎么做我们还不太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基本上他就是还是会谈家庭，然后会谈中南部，然后会谈在现代生活里面可能关于家庭的这个部分这样。但是我想又拿这个节目跟那个蒋公的面子做一个比较啊。怎么说？因为家的妄想是南部嘛，是，然后大家知道吴米勒跟那个看温内丘就是一个比较属于本土派的，是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蒋公的面子比较是属于一个跟怎么讲，就是一个比较有两岸历史传统这样的一个议题。对。那我对我来讲，就是当我在做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去想这个城市，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然后这个城市里面其实有很多立场不一样的人。那有的人关怀政治，有的人不关怀政治，有的人有不一样的政治的光谱。那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在这个艺术节里面能够看到他想看的东西。就是每一种声音应该都要在这个艺术节里面被反映出来，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而已。对，所以家的妄想某一个程度也是会希望想要去平衡这样的东西吧。这跟机器人跟鬼是很像的吧。就是说有，如果有机器人为什么不能有鬼，对不对？有一个最未来的东西，我也可以有一个最传统最本土的嘛，是是，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很南京的东西，那我希望有一个是来自很南部的东西嘛，很台湾本土的，对，很南湾本土的东西，我希望那个声音是很精彩而多元，很多样化的，对，而不是有一个意识形态先行，然后我觉得说什么东西是正确的，然后我才来说什么节目可以进来，其实我从来不会这样想，我去想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你的兴趣，艺术节就是请客吃饭了。你要想到说也有人吃素，你知道吗？你要准备一个素食桌啊。对，你不能说艺术节就是我的品味，好不好？我喜欢吃牛肉，然后我喜欢干嘛？然后我强迫大家都吃我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艺术节不是这样。好，但其实不管我们选了哪一道菜，我们每年还是会在夏天的刚开始很期待台北艺术节的到来。明年我们可以期待台北艺术节有哪一些节目呢？先要请老师先透露一点。基本上来讲，我们每一年的节目一定都是到隔年的五月的时候，我们才会公布啦。是，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方向。大概明年的方向的策展主题比较会像有点像艺术改变你的世界这样。因为今年是人的存在状态嘛，所以今年展现的就是各种不同跟生活或生命有关的一种人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就是讲人存在的未来，然后我们也有原住民的存在，然后我们也有政治跟历史的存在，比如说蒋公的面子，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当下台湾本土的存在，就是家的妄想，比如说这样各式各样的。那明年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德国节目，它比如说可能跟环保议题有关，然后可能里头就是演到一半的时候，可能那个观众席的灯也会亮，然后舞台上的那个
演员会跟台下的观众互问，然后会问观众对某一些议题的看法，比如说类似这样。是。然后明年，比如说可能有一个舞蹈节目是国外这种新世纪的宗教，比如说什么星座啊，还是瑜伽，然后会带着观众一起做瑜伽或类似干嘛这样，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想要去讲说艺术如何对我们有真实的影响，嘿，所以明年会有这样节目。我们跟纽西兰之间明年会有合作，就是明年应该会有台湾的原住民跟纽西兰的毛利人合作的节目，现在在洽谈嘛，齁。然后明年也会有我们跟日本还有韩国共同合作的节目，对，明年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艺术节其实它最终还是反映了这个城市啊，好，就这个城市到底居住了什么样的居民，它就应该要反映出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内容。老师，我们刚刚在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聊天开玩笑说，所以其实台北艺术节我们每年看啊，已经大概连续三年我们都会有马戏，我们有机器人，也会有巴士，像这样元素有可能未来会持续下去吗？比如说台北就是一个捷运跟巴士非常方便的地方，也许我们未来还可以期待有更多跳脱原本的剧场的形式。我第一年的时候是采用了国际共知这个东西，就是一直有邀艺术家来台湾一起工作，所以这个每一年都有，对，好不好？然后我第二年以后有马戏，然后我也每一年都有。那第三年以后，我有这种跨国的这种合作共治也有了，然后有巴士，所以今年也有巴士。那明年，所以巴士也有在想是不是要持续一直下去。那当然，明年都会希望开发新的形式。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观点，大概是这样，就是艺术节它不应该只是观众走进剧院买票而已。我觉得艺术节也要主动走出去。那走出去的方式有很多。包括巴士是一种，但是也有可能透过别的媒体，比如说，我其实很想一直做，就是说，观众在家里就可以参加艺术节了，哇！你可能可以下载一个影片，对，然后这个影片，你只要有下载这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里面就会有一些互动，你就要参加，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一部分了，这样，这个都是我们未来想去开发，对，就是用各种方式是。好像网络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不是你来 reach 我，而是我去 reach 你。对，所以艺术节其实也要透过各种媒材，让观众可以来参与。对，那现在妈祖绕境也是这样了啊，就是你也可以看网络直播了啊，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啊。对，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对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跟我们介绍台北艺术节，我们也很期待。其实戏还没上演，期待的心就已经起来了。然后还没有买到票的观众，赶快去买。是，那欢迎大家今年八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今年台北的各个场地都会有台北艺术节演出。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谢谢，谢谢。